有所不知，这位是我们山东境内最有名的仵作，秋燕妃之女，秋梦兰。哎，你父亲呢？回府台大人，家父身体有恙，不便前来。这位姑娘，请叫我仵作，麻烦请你让一下。哦，好。 此等案件最好在案发地对尸体进行尸检，如今尸体转移至尸房，太多的线索和证据都给弄丢了，这点道理几位大人怎么能有所不知呢？邱梦楠，哎，傅大人，这个邱仵作说的是对的，这个确实是我等大意了。 验尸就验尸，啊！不要搞这些小仪式。死者为大，请放尊重点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何大人，邱仵作说的有道理。何大人，您要是不愿在这儿待着，这样，您上门口休息，啊。那，卑职陪何大人在外面待会儿。 这位大人，麻烦您帮我记录一下。我，正是。啊，好，好，好。